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碳捕捉与储存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碳的潜水艇深海储存的奇妙之旅；二、c o 二的绿色魔术师变污染为资源；三、碳的足球联赛气体的团队协作。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碳的潜水艇深海储存的奇妙之旅。 各位海洋探险爱好者和气候变化的战士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碳的故事，但这不是你们在化学课上听到的那种碳周期，而是一种更加神秘、更加深邃的碳之旅。我们的主角碳分子将踏上一场潜入地球深海的冒险之旅。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碳。这位小伙子可是个名人，他不仅是所有生命的基础，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头号嫌疑犯。但今天我们不是来审问他的，而是要跟随他的脚步。 探索他在深海中的奇妙之旅。这场旅行开始于地球的表面，碳原本安静的躺在大气中，形式是二氧化碳。它可能是某个工厂排放的，也可能是你开车时尾气中的一部分。但是碳并不满足于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他决定加入深海碳储存计划，一个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大胆计划。碳的第一站是海洋表层，这里它被海洋植物，比如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这些微小的生物就像是海洋中的小绿人，它们不停地吸收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同时还能制造出有机物质。但是，这些浮游植物的生命很短暂，它们死后，碳就开始了他的下潜之旅。随着死去的浮游植物沉入深海，碳被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光线无法触及、压力巨大、寂静无声的世界。在这里，碳分子可能会被深海生物吃掉，然后再次释放到水中，或者它可能会沉入海底。 被埋藏在厚厚的沉积物下，这就是碳的潜水艇。它不是由钢铁制成，而是由海洋生态系统的无数个体组成。这艘潜水艇没有发动机，却能在海洋中自由穿梭。它的燃料是生物化学反应，推进器是海流和重力。如果碳幸运的话，它可能会在海底沉积物中沉睡数千甚至数百万年，成为地质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变成石油或天然气，或者变成我们在岩石中发现的碳酸盐矿物。 这样，它就从一个温室气体变成了一个有用的资源，或者成为地球历史的一个注脚。但是，这个故事也有可能不那么美好。如果人类继续无节制的排放二氧化碳，海洋的碳储存空间可能会变得不够用。这时，我们的碳潜水艇就会变成一个满载着我们不想要的货物的沉船，最终可能导致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的加剧。所以，亲爱的听众们，下次当你看到海洋时，不妨想象一下。 那里面可能正进行着一场无声的碳潜水艇之旅，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决定这艘潜水艇的最终命运。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这场奇妙之旅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吧。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CO2 的绿色魔术师，变污染为资源。各位听众、学生们、环保战士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看似来自魔法世界的话题，CO2 的绿色魔术师，变污染为资源。 这个话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法？但告诉你们，这可是纯粹的科学魔法。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不太受欢迎的明星——二氧化碳 c o 2他是那种在地球派对上喝多了点，然后开始闹腾的家伙。他的过量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还有那些可怜的北极熊得学游泳。但是，就像那些坏小子角色在电影中总有反转的一幕。 c o 2也有机会洗白成为环保英雄。现在，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一种绿色魔术，将 c o 2变成有用的资源。这个过程就像是魔术师把兔子从帽子里变出来一样神奇。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碳捕捉与利用 （CCU） 的技术，这不是在玩三个杯子和一个小球的把戏，而是真正的科学创新。碳捕捉技术就像是给地球派对上的 c o 2戴上手铐，把它从空气中抓住，然后把它关进监狱。 通常是地下储存或者转化为其他物质，而碳利用则是让这个坏家伙变身，从事社区服务，比如变成燃料、塑料，甚至是化妆品和饮料中的气泡。有趣的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是光合作用。是的，就是那个在学校里学的植物如何制造食物的过程。植物们一直在做这个魔术，把 CO2 变成氧气和糖，他们是这个领域的老手。现在。 科学家们正在学习植物的这项技能，开发出人工光合作用系统，以便更高效的转化 CO2。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汽车尾气、工厂烟囱里的 CO2 都变成有用的东西，那将是多么壮观的魔术表演啊！我们的空气会变得更清新，全球变暖的威胁也会减少，而且我们还能得到一堆新的资源。当然，这个魔术还在完善中，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和创新的技术。但是，正如所有伟大的魔术一样， 一旦我们掌握了它，就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谈论4 1 2排放时，记得这个小家伙可能很快就会从一个派对的捣蛋鬼变成一个真正的绿色魔术师。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科学家们将如何继续这场精彩的变形秀。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碳的足球联赛、气体的团队协作。各位球迷，欢迎来到这场前所未有的比赛——碳的足球联赛。 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谈论那些在草坪上奔跑的运动员，而是在微观世界中由碳原子组成的球形分子富勒烯 C 六零在化学反应场上的精彩表现。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联赛中的超级巨星富勒烯 C 六零，也被球迷亲切的称为“八级球”。这个分子由六十个碳原子组成，形状酷似足球，每个五边形都被六边形所包围，没有两个五边形相邻，这就是它的几何魔法。它的发现可谓是化学界的一个惊喜进球。 因为他开启了一整个新的研究领域——纳米技术。在这场比赛中，巴基球的队友们也同样不可小觑。我们有二氧化碳 c o 2这位场上的防守大将，他在地球的大气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控制着地球的温室效应。虽然在球场上他的表现有时会过于强势，导致全球变暖，但在工业和植物光合作用中，他又是不可或缺的一员。接下来是甲烷 c h 4这位前锋小将以其敏捷和高效著称。 在自然界中，它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也是能量转换的关键球员。然而，它在场上的表现有时过于火爆，释放过多会加剧温室效应，因此需要队友们的协助来控制它的活力。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氧气 O₂ 这位场上的中场核心，它不仅支持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呼吸，还是燃烧反应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氧气在场上的配合和传球总是精准无误，让整个化学反应过程流畅进行。最后。 我们的替补席上还有一位特殊球员，活性炭。虽然它不像巴基球那样光鲜亮丽，但他在净化水和空气方面的表现却是无人能敌。它的多孔结构使得它在吸附有害物质方面有着超强的能力，是球队中的防守大师。在这场碳的足球联赛中，每个球员都有其独特的位置和作用。他们在化学反应的球场上相互配合，传递能量，完成转化，就像足球队员在场上传球、射门一样。 他们的团队协作展现了化学世界中的和谐与平衡，而我们作为观众，不仅能够欣赏到这场微观世界的精彩比赛，还能从中学习到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些球员、化学分子，为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带来积极的变化。所以，让我们为这些微观世界中的球星们欢呼吧！他们虽小，却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这就是碳的足球联赛，一场气体分子之间的精彩团队协作。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碳的潜水艇之旅、CO2 的绿色魔术以及碳的足球联赛。这些故事不仅是科学的奇妙之旅，更是让我们深入了解碳在地球和生命中的重要性。碳是所有生命的基础，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嫌疑犯。但是，它也有着令人惊叹的能力。 它可以通过海洋生态系统的循环，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沉入深海，最终成为地质历史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中，碳也可能变成有用的资源，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无节制的排放二氧化碳，海洋的碳储存空间可能会不够用，导致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加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减少碳排放。 确保碳的潜水艇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另一方面，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一项神奇的绿色魔术，将 CO2 变成有用的资源。他们利用碳捕捉技术将 CO2 从空气中捕获，然后将其转化为其他物质，比如燃料和塑料。这项技术还在不断完善中，但一旦我们掌握了它，就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奇迹。同时，我们也一起欣赏了碳的足球联赛。 这是一个微观世界的比赛，由碳分子组成的球员们在化学反应场上展现出精彩的团队协作。他们的配合和传球让化学反应顺利进行，为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带来积极的变化。最后，我要邀请亲爱的观众们加入讨论，分享你们对碳的想法和观点。你认为碳的潜水艇之旅、c o 2的绿色魔术和碳的足球联赛有哪些有趣的地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索碳的奇妙世界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